我现在不太服，我不给你，海参不太服，就是不服。气成这样，真心的想，成绩已经，我已经不在乎了。仨月，咱玩成这样多不容易。三个人，你猜你跟谁一排？我跟曹二一排，还有谁不知道？大兴会吧？全错，没一个对的。光磊和赵月成。光磊。嗯。没有，没事，一会儿你们跟我们，咱们交叉错，交叉二点错。啊，这次买的是挨着的吧？灯一盘在哪儿呢？我看一眼灯一盘，咱们调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最好能行李给他调过来，稍微。行，如果是以后再遇到什么事儿，想想这一两年重新拿起体育的这个精神，我觉得其他的什么事儿都不算什么了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存在的位置嘛，每个人和每个人还都不一样，然后是一个团队配合。对，往我这儿站，靠靠靠靠，看这就肯定没有了这球。坚持住。以前北京没有打进过全运会，你要是没参加过全运会，肯定是一种遗憾。看着有人踢足球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然后我就跟着练。最开始带球都不好，特别会带球，过张林爽。韩军，我看你的眼睛又快掉豆子了，快点，这儿去，掉了眼泪也得跑，快点。要是还没劲儿了。再十秒钟，哎，啊！那你抹完了，他搓完了沙吗？这个不怎么沙，这就是太影响平常的这个带球什么的了，不然的话。不然的话，这些伤就都不在了。行，走，咱们走啊，拜拜。他过来的时候是他们家那边有人给他送到地铁，就一直带着他过来，然后回去就每次都是这么着。有的时候就是我给他直接我们俩走了，就我跟他一块儿就坐地铁回去了。站台后车的站。
张林爽就是这学校毕业的，也是一直在踢这球，他就是等于踢这么多年了，也一直没踢过全运会，还是想踢这球，所以他调整时间，其实他也很辛苦，他现在已经自己有店了，有工作，天天训练完也比较累，回去店里还有生意，他也得给人做按摩什么的，也确实比较辛苦。去年练的时候也是，我就上下边去接的，今天不用了，告诉他第九个第六个门他自己就上来了，他老师送他上去的时候就给他数好了，倒数第九个倒数第六个门，那个门出来就是电梯，离电梯最近。对，不光肩膀，人脖子也不太好。我按这儿的时候往胳膊上穿吗？嗯，有一点，我到那个这地儿，胳膊肘子就到这地儿了。嗯。6, 7, 8, 3, 2, 1, 4, 2, 3, 4, 5, 6, 7，停。2005年开始搞的第一次那个全国锦标赛，各个市各个地方就开始搞这项目。其实主要它这个项目发展就还是以个人技术为主，就那些都是练个人技术。上场踢球的四个守门员是就是正常人，其实它的规则基本上就是照搬正常人的五人制，就是做细微的改动。虽然我说是从2005年开始踢，但是每三也不是整年的练，都是比赛之前练个一俩月，就这样。今年其实也就还是这样，从3月份练的嘛，里边的比赛就这个俩多月，跟人家其他的省市人家这种天天练的那些。这次比赛如果进了前8，就可以去参加九残会了。今年就是明年九残会的预选赛，队员其实也憋着一股劲儿的，也有岁数大的，就是他确实是想进一次，想踢一次全运会，踢这么多年了。我们从2005年开始参加这个，其实每次都想去参加全运会，想到最高的地方，到最好的地方，那个到巅峰，但可惜哪次都是因为种种原因就差那么一点儿，都相当的遗憾。没想到还能把我们以前的几个队友聚起来，当时想着挺惊奇的，因为都是那会儿散的嘛。好，结果后来一聊天一聊呢，都有这一个遗憾，为了这次再去打比赛，能舍掉的都舍掉了。这咸猪肉什么呀？我们再加红烧肉啊，还有下还有鸡蛋。行，走，我不吃了。
我们看东西，比如电视剧什么的，都是靠听啊。比如辣椒辣吧，这个也许你们看着这红油啊，这感觉香似的，但因为我们也吃过红油啊，就觉得香是这样。我们都是加一点想象这样的。有一期他不是弄那就炸油的那个吗？他们不是那自己砸吗？就那种感觉，他说100多公斤那个锤子多重。啊，可能看着好像挺用劲儿的，你看着的话能看出来用劲来，但我们就凭听还有这心里的，就这种大脑的这种反馈什么的，也觉得他挺用劲儿，是这样的。不过这节目还是很好，挺好的，至少让我们让这个吃不着那儿的人能知道有这东西，能知道这东西。释放108MB内存，微信 QQ 微信。喂，拿住，快点！你能不能把球给拿起来，踩完了直接带着就走？你别老把球拿死了，行不行，薛明辉？你怎么进攻啊？拿死了？快找！训练的时候就是给他多踢球，让他仔细去听，往挡板上踢球，让他去找球，快速找。赶在球有声音的时候，一定要把球踩在自己脚底下，等到球一不动，他就找不着了。就主要是还是靠声音。找着了是吗？没有。导航一下，找个谁？刘老师，那你找找球呢？你给他导航一下。找不着了就回来吧。沙皇统治对民众的愚昧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。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当时的警察是什么样的。逮着你就没收。这次薛明辉也前面的。这回我得演一个稍微好点。不要招呼去。你上次跟我抢来的，每回多都不好，还问你。那个面对着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，就跟许多饥饿的嘴巴一样。你究竟为什么举的那个手指头？谁在嚷？长官，我好好的走我的路，没招谁，没惹谁，忽然这个箭畜生无缘无故就把我给咬了。我绝不轻易放过这件事，去调查一下这是谁的狗，打个报告上来，告诉他们别再把狗放到街上来了，说不定这是条名贵的狗。哎呀，我记得那天应该是周四，我训练完晚上，我以前的教练给我打电话说，那个北京盲人足球队可能需要一个守门员，他说你想不想去试一试，然后就跟我说觉得这机会挺好。开始，好球，左，右，开始。正了，太正了。我们每个队有三个引导员，一个是本方守门员，一个是在中场的那个挡板外面，还一个是在对方守门员后面，就对方的门的后面。这三个点他们会出声，也可以定位，还有根据挡板，我们那个球场不是两边有挡板吗？靠近左边挡板就肯定离左边近，靠近右边挡板就离右边近。开始，好球。他给一守门员有一个区域，宽2米，长4米。有的球我就想出击，但是不能动。刘老师跟我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千万不要出那个区域，出了就是点球，所以很难受，反正挺不适应的。还有就是在那个球上不太适应。我仔细数了数，那块球上有6块铁皮，这个东西吧，你不小心又中弹了。好球！像张林爽、赵彦成他们射门是很有力量的，包括王光磊，就那个球有的时候你想就特别近的距离。你反应不过来的，你只能用身子挡，所以那块铁皮擦上是很疼的，真的很疼。我这两天给我砸的，你看这还轻着呢，我操，我疼的，刚刺下来的。那铁皮是够呛，踢了我好几回铁皮。
现在能听着我都。我一天砸个十多次那铁皮，你都不知道铁皮在哪儿。踢正一脚，踢一脚，弄好了脚弓都疼现在。嗯，震。这个这不六个吗？一块，两块，三块，四块，五块，还有这六块，六块铁皮。嗯，这铃铛是固定的。就他们那个就是那个两个脚荡球，很多我们就是正常的足球运动员都荡不到这么熟练。你看我总觉得啊，就是说如果给我戴上眼罩的话，我不敢往前走。他们一直在跑，一直在跑，而且他们的就是说那个运球的熟练程度，有时候我又会想，他们得通过多大努力才能够练到这个情况。咱们这守门员就是从头喊到尾，导致一个问题，喊半天其实起不了什么，一直在喊，他做不到，就是很沉着，说该喊的时候喊，他上来就是一惊一乍的，这属于很正常的，年纪小他就是这样的，这个问题很难扳过来。走了几分钟，走了半分钟，走了半分钟，我可走了，下了一节楼梯，两节楼梯，刘浩已经走了，你还不走啊？哎呀，啊？怎么还不走？嘿，你这，嘿，慢点。哎呦我靠，累不？你要不？到了。这麻椒真多，宫保麻椒吧，还宫保鸡丁，多好吃，这回多了。你让我想象的刘老师他们是怎么守球吗？啊，很有可能是这样，你摸摸手，这样手球过来拍手臂上，没事儿，正好给我手一捂一扣，你看守住了，这是我琢磨。嗯，你说这样能守住吗？不一定。如果要到来球的时候，假如啊，你上脚是吧？从你这儿日，往高处一弹。但是你手还来不及，你手还来不及过去，啪！但刘老师他们肯定不是这样守的，因为听他们说，守门员都得让球进怀里头，有时候。这不行，我的地方已经快到极限了。哎呦！这秃子一蹭就蹭了。我可刚一会儿我就赢了，我告诉你。哎呦我！哎呦我！不行！吃完老孙一弹，没有老孙一格子啊！没有。吃完老孙一捅。你就没听说过？吃完老孙一捅，我孙悟空没这么没出息。你都扣上了，那你过去。中二通讯录，一
地球上去程，按住收发按钮。这下雨，天天下雨，没练练在雨里边的带球什么的呀，多好的机会，估计就剩一次了。下午还练？肯定得练。那您滑怎么的？还怎么练？我滑就滑着练呗。正月城，一条未读。正月城，语音七秒。我看这意思也没有不下，下午估计能碰球。我这个。就是小时候发烧把这个眼睛给烧坏的，引起青光眼，能看见一点儿，我不能跑不能跳，因为青光眼嘛，他眼压特别高，他总是疼，还去医院的人告诉说，就是我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还这么疼着可以保留一点残余的视力，还一个就是做一个手术叫冷冻手术，但是人看不见了。就现在让我选重选的话，我肯定还是选择做那个手术的，如果不做的话，我就肯定连体育就练都练不了这样。看不见也没觉得有什么，反正这个命运就是这样的，你高兴也得接受，不高兴还得接受，何必呢？当时他学校刚毕业，他们出去找工作，他就去了我们家面，就这么后来我们慢慢就认识了。决定跟他在一块儿以后，跟我妈也说了，我妈说你要自己做好思想准备，毕竟他看不见。基本上你看我们俩从认识到现在也四五年了，从来没吵过架。我这个真正过上幸福的生活，我找到我的爱人才会有的，遇到他是我上一辈子修来的。其实幸福挺简单的，只看你有没有自己觉察得到。我觉得我挺幸福的。你不都用右脚射门吗？你左脚怎么会踢疼呢？我左脚也能射门，我左脚是偷袭用的。哥，你还有一套，还会偷袭呢。去年比完赛回来以后，牙也踢裂了，鼻子也骨折了，就不能碰。然后身上哪哪都是伤，真的，他不跟谁，他谁都不说。我妈也说你看你去了浑身都是伤，你为的是什么呀？他说，这是我上学的时候一个梦想，我没有完成它，但是我现在有机会完成它，我为什么不去完成它？他就特别想去，可是我们家除了他自己都反对他去，他就要去。他为了这一件事吧，他只要认准，他就会全力以赴的去做。